我路过，随便走走。你要是说补习的事儿，就把卷子拿去做了。我找你来不是说补习的事儿，我想让你教我大象药膏的实验。就是做了实验，进不了一班。 人家想学嘛，教教我嘛。你就教我嘛。你冷不冷？我去关窗户。哎，你过来，我不冷。人家是真想学嘛，你教我。不是我不教你，是我们进不去实验室。想用功还进不了啊？那你上次晚上不还偷偷进去了吗？你申请过了。 那你就再申请一次呗，你把我带进去。不行，我申请不了。这是什么呀？不是我的。好学生也看这个呀？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。真不是。哎，真的不是。真不是。你教我，我就不告诉别人。 说话算数啊！嗯。